洗衣机穿梭宇宙。一、设置录像模式，选择 4K 50录像模式。二、安装配件，用大力胶以十字形将相机固定在洗衣机内部中心点，镜头一面对着洗衣机外部。放入一两件亮色衣服。三、开始拍摄。单击弯二快门键，开始拍摄。选择快洗模式，启动洗衣机。对着洗衣机门，双手或单手旋转，手旋转方向与洗衣机滚动方向相同，等待洗衣机停止即可。四、编辑分享，调整画面比例，点击修剪，拖动视频，裁剪合适片段。视频开始时，拖动屏幕调整画面中心，点击黄色加号按钮，添加关键帧，选择超广角视长角，点击编辑，选择速度，选择1/2倍速，拖动视频轨道调整速度。手部开始旋转时，添加关键帧，选择线性视长角，在视频1/2处添加关键帧，选择小行星视长角。视频结束时，添加关键帧，选择线性视长角，保存并导出。添加标签"洗衣机穿梭宇宙"，分享到社区。